每个群啊，对啊，先讲啊，听得到吗？能听清楚啊？你这个音还要再调准一点。哦，对呀。不是你们的人，是你们摆在面前这台琴，所以我们不一定琴要新，也不一定琴要漂亮，但琴一定要整洁。所以这个琴码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摆成你看这样子，完全是没有整齐可言。另外呢，也没有规律。我们其实可以有规律，但是呢，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一个曲子当中转调的时候，大家可以摆出一个规律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咪转发的这个音是吧？但是这种时候呢，实际上在我们的有一些，比如说一个乐曲当中，我们不得已在两个乐章之间不得已要转调的时候，我们才用琴码转。其余所有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用扳手把这个琴弦调准，并且呢，我们的琴码相对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摆放应当是相对是比较整洁的。所以看到这个琴，我就觉得我没有弹的欲望，是吧？所以我是这样，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这个习惯，所以很难看的琴也能弹得自己弹得很舒服。所以这个习惯我觉得一定要好的习惯建立起来。好，那就是说相对来说，我们的一个这个高音区会相对密集一点啊，然后低音区呢会相对再稀疏一点。那它这个是这样的琴码的一个摆放规律，我刚才讲了，除非在我们一个曲子当中，我们遇到这个琴码四弦、九弦、十四弦和十九弦，我们要转调。我们有一些作品里面，在曲子当中，我们要把咪D调，比如说D调，我们把咪转到发，把咪转到发。但是只有一种情况需要拿琴码转，就是在一个曲子不停下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乐队间奏或者钢琴间奏的时候，我们要完成转调，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打开琴盖，所以呢我们就用琴码标好，做好记号。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这四个琴码相对就会没有那么平均了。但是除了这种情况以外，而古筝实际上我们除了我的印象中除了梁祝啊在这个当中有这种转调以外，其他的作品我们在一个曲子当中很少需要你用琴码来转调。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有观察到我们的一些音乐会的话啊，基本上我们在不需要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琴码摆放相对都是比较整齐的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当然我们现在调弦的这个工作量比较大，因为我们都把它动过了，一会儿我慢慢调。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琴码摆放。另外呢，这个琴呢上面厚厚的一层灰，所以讲课之前我觉得。就琴其实真的这个旧琴也有它的美，有它的味道，但是不意味着这个脏。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将来这方面，我们就女孩子是吧，然后又在学这个艺术，自己很干净，这个琴一定要干净，这个琴实在太脏了，好吧啊，这么厚的一层灰，你想知道你呼吸的时候，这个灰都会呼吸到你的那个身体里面去。还有所有的琴没有一根是不生锈的真的，我先讲到这个琴啊，因为那我先打断一下，这是学校琴还是自己的琴？你干嘛不拿自己琴呢？你整天看不见那个学校的琴不好，然后你看不见所以当然我不是批评大家，就是我其实也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不要求每个人都做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习惯。那首先弹琴音色是最重要的，
音色是直接映入眼帘的第一印象，对你弹琴。所以音色我们除了手上去润饰我们的音色之外，我们琴的客观条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你的琴弦全部是生锈的时候，你怎么去润饰它，这个音色已经打折扣了。所以我们等于自己主观上很努力，但是客观上实际上都在影响我们的演奏效果。所以这个你看你刚才一出来，我认为所有的音色都是哑的，那我也不全怪你，实际上是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所有的琴弦都是生锈的。所以就是说你当然也可能你自己的琴是新的，下次像这种虽然今天不是很正规的音乐会，但是只要有观众在，只要有聆听的人在，我认为你就应该特别尊重特别重视你的演奏，对吧？否则你坐在这儿坐如针毡，不光是听的人难受，演奏的人也是难受的，对吧？所以你下次就是任何时候有观众的情况下，我要认真地对待我每一个演奏的环节，不一定只是包括我的演奏啊。好，这个就是题外话，好吧？好，那这个一会儿拿，要不换拿我那琴吧，因为它这个得重新调了，我全不动。然后你回去就照着这，就大家回去啊，把自己的琴可以简单收拾一下。基本上呢就是，高音区会较为密集，然后越来越稀疏。但是总体来说呢，我们的这个琴码摆放的松紧度啊，也决定了我们的音色。所以如果特别靠前梁，整个琴码都特别靠前梁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标准音是永远固定的，对吧？所以特别靠前梁的时候，我们整体音色就会特别松啊。然后特别移得远的时候就会特别紧，所以要找到一个自己来尝试找到一个恰当的能够柔弦舒服的这样一个松紧度的一个位置，然后较为平均的摆放，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标准，这样子啊。然后独人自己的琴还是学校的，其实学校的琴更应该好好的爱护。好，行，我拿那个去检查。其实这个琴也很破了，这个琴也是超过20年了啊。但是呢，就说实际上我们在。主要是在这个琴码的这个问题上面上，是吧？那么在无论是湘韵还是云裳颂，还是秦桑曲，还是江女泪，那么我们就知道它的取材呢是陕西的地方的戏曲，秦腔或者婉婉腔。所以从云裳颂的这个曲子呢，我们实际上可以有两个诠释的角度。第一个呢是我刚刚提到的陕西的这个地方戏曲的这个音调，这个地方戏曲的音调啊，我们一会儿来分析它。改编成我们古筝乐曲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注意它的几个风格特点啊。那么第二条线索呢，就是整个故事是呈现一个故事情节的，那么就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这段历史悲剧，爱情悲剧，是吧？所以它这两条线索呢，就是说实际上当然我们更基础的一条，就还是要掌握好整个陕西的这个地方风格，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个地方风格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了之后，我们才开始慢慢的整理乐曲的这个故事的这个线索啊。所以这两个线索缺一是不可的啊。当然你说你要是风格都没有掌握完整的话，你想要能够去表达它的故事情节，我想一定是没有办法到位的啊。所以这两个那么这两个我觉得它的先后顺序一定是还是要先把风格性要掌握准确了。那从陕西，我们古筝的作品当中有很多陕西的地方音乐，比如说有民歌，陕北民歌，是吧？山丹丹啊，这都是从陕西音乐改编成古筝作品的。还有像萧山秀谷，这都是我们的考级乐曲
深坑社鼓呢是西安鼓乐，西安鼓乐是一种大型的民族器乐形式，那么这也是其中一种改编成我们的古筝作品的。那么剩下的还有一个绝大部分的一个领域，就是戏曲这个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它的秦腔、婉婉腔是绝大部分啊，都是古筝的一些很重要的作品的这个基调来源。所以，我们如果说古筝现在目前我们分为五个派别的话，其实并没有包含陕西筝派。我们的五大派别是河南筝派、山东筝派，你们知道吗？然后呢，客家筝派、潮州筝派和浙江筝派。我们目前就是，当然，实际上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五大派别。其实有的人不认可，有的人认为还有福建筝派，有的人认为还有陕西筝派啊。但目前大家相对主流的五个筝派，现在我们定位成了河南、山东、客家、潮州还有浙江。那么其实这五个筝派呢，实际上就是三个地域：南派、北派和浙江筝派。也就是河南、山东我们就定义成北派，客家、潮州我们就定义成南派，然后再有中间的一个浙江筝派啊，这样子。所以就是三个地域。所以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五大派别当中，并没有包含陕西筝派。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个陕西筝派，因为陕西筝派整个在我们的音乐作品当中表现是占了很大的分量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五大派别以外，我们还要非常准确的去掌握这个陕西筝派，而且这些曲子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比如说像今天这个《云上颂》，那么在陕西筝派当中，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几个环节。一个环节就是说，因为我们所有的旋律构成部分都是由左手的按滑音来完成的，那么也就是它这个左手的这个音高啊，起到了太重要的能构成一个好听的旋律的作用了。所以也就是说，刚才这个同学呢，他有几个优点啊。首先呢，就是说他节奏特别好，他就我特别佩服他，就是这么一个带着伴奏的曲子哈，是很难受的。就我特别理解一个带伴奏的曲子，让你一个人坐在这弹，然后你还要想象着那个伴奏，然后你还要停的时候还要空出来那个小节，其实是非常难受的。但是他非常这个完整，就非常完整的啊，也是能够自己把所有的就是伴奏的部分把节奏啊都唱进去。就这个呢，我就觉得这也说明他练琴的时候还是有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因为有一种现象，就是带伴奏的曲子，学生是不管那个伴奏的部分的，自己把自己的部分一股脑全弹了，然后等到合伴奏的时候很麻烦，还要重新跟伴奏去协调中间空多少拍、空多少弦。你看他在练的时候，他自己心里想着的是钢琴的旋律，这点我觉得他是他非常好的地方啊。所以将来有伴奏的曲子呢，我们也只有这样，因为你不可能练琴的时候就有伴奏跟着你练，所以你还是要练进去。这样的话，合的时候呢，肯定会更方便一点啊。所以，第二就是说，他不管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音准上的问题，但是就节奏啊各方面他还是比较稳的，还比较稳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稍稍不足的地方啊。一呢，就是说我们的刚才我们讲到陕西的最重要的几个风格特点，首先是它的构成旋律的基本音高，构成旋律的基本音高，实际上还是我们那五音，但是呢，我们这个当中存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暗音，哪两个音？发和西。这两个发和西就太折磨人了。不是还原发，不是升发，不是降西，不是还原西，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两个音上出了问题。那出了问题之后呢，关键是它是全曲贯穿着发和西两个音，所以虽然你只出了两个音的问题，但意味着你全曲都出了问题，每一个小节都存在着发和西，所以它每一个小节都存在音准问题。好，所以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很难特别准确的去记谱，比如说发是什么音高，西什么的，也很难具体的用一个学术名词来告诉你，比如说还原、降或者是升，所以我们只能界定，假如啊一发或者西，我们只好大致的界定它是一个微升的一个微升发啊，或者是偏还原发、偏降西。是微降息，微什么？我们是只好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就不是特别准确，相对模糊的这么一个定义。但是只有我们弹奏的人心里知道它的，必须要知道它的准确高度。啊，那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发，
来咪，这是还原发，这是我们的还原发。好，还原发和还原西，可是我们不需要这两个音高，我们要的是。好，我们在还原发的基础上，好，实际上啊，我们这个通过这种民间音乐的学习，我们必须是一个特别感性的学习。这种感性学习，除了我们从按弦力度上去把握之外，我们要反复的去听一些陕西地方戏曲的音高，或者说去听相关的教学的材料，那么很感性的去找到这个音高。所以这个音高呢，如果我们现在就没有条件去听啊，我们如果完全用手来把握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找到还原发，在还原发的基础上，我们的手的力度升高差不多一毫米的这个距离，差不多就得出我们现在要的发。还原发，好，你再上按一个毫米左右的距离，好，它就在介于一个还原发和升发之间的距离，但是这个发我们一定要界定的话，它离还原发比较近，离升发是比较远的，所以要用还原发来找啊。好，那么也就是说，好，我再来看西啊，瑞哆啦，瑞哆降西。好，这个时候我们得出我们要的西。是这个西，在降西的基础上升高一毫米。好，那么这是西和发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旋律音高，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发和西会直白的出现，永远伴随颤音，绝对不会有这个音高这么直白的出现，所以它的呈现永远是。始终没有找到这个音高，
啊，所以大家回去这个音高呢不是一下子能找到，确实回去来回摸索，摸到这个偏高的还原发之后啊，返回还原发其实我们是可以检查的，比如说我们先是偏高的，这个音明显比还原发偏高，好，那我们先返回这第一个环节，返回之后再停下来请检查，正好是还原发，好，那么你就始终在这两个音高之间，所以一开始辛苦一点，一定要非常仔细的关注你左手的颤音高度。好，那么接下来就说，当我找到这两个波动的这个高度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颤音的持续性问题。一个事物想要持续，一定要平均。当你一直在做慢起渐快的时候，你永远就会有一个停止的时候。所以这个同学一直一加快，快到没有办法再快了，一定就是停止了，没有别的下场，一定是停止了，对吗？所以我们一定要颤音，一定要练习的时候平均。当我平均的时候，我可以永无止境的按颤下去。我快还是慢，我加快也可以，因为我的练习是平均的，我可以一直颤，我是松弛的，有方法的，平均的，啊，我可以慢，所以我们不具备这个颤音的培养过程，所以大家可能现在是感性的在颤，其实你们要返回来要分析你们颤音的这个过程具不具备。这个过程对不对啊？另外呢，就是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能够做到平均的话，实际上我们要注意一个环节，就是返回的第一下几乎和弹奏是同时听，因为有的同学考虑很多之后容易想了很久之后再做颤音，这个习惯特别常见啊，所以我们记得当你形成一个练习之后，返回的第一下和弹奏几乎同时。实际上我们在平时教学的时候啊，我们增加一个练习，就1234567821234567841，一直数到123456789，再换一个456789234，要好好练这个基本功，如果这个基本功没有建立起来，传统曲子几乎没有办法接住。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今天重视一下左手的这个颤音啊，要不云裳颂无从讲起，那基础旋律都没有构成的。好，那么一个发一个吸，所以颤音在这儿啊，我希望大家将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展开，今天这个问题就大家先把这几个步骤回去先琢磨一下，好吧，先琢磨一下啊。那我就记住几个要点，一个呢是偏高的还原发，返回还原发啊，然后我们的波动请大家保持，一定严格的保持这个波动音高啊。另外呢，波动的持续的这个一定要平均，平均的话可以考我们数这个口令，1234，可以数到12，甚至可以数到50234，可以一直做下去，因为只有持续的重复一个动作，才能将它形成一种习惯，也就是说最后当你颤音是一种惯性的使用的时候，你就游刃有余了。所以就说我们常说把这个技术基本功把它练成一种肌肉记忆，其实颤音一定要练成一种肌肉记忆，它一直在重复一个动作，很容易就建立一个潜意识的一个动作。好，这是闪息这块非常重要的构成旋律的两个基础音高，首先它的发息的特殊性，其次它永远伴随着颤音出现，绝对不会有一个发息不颤音的出现，所以颤音非常重要。好，第二点，我们的这个在闪息的这个特点当中，它经常在吸之后接一个下滑音拉，发之后接一个下滑音，比如说啊，好，这是陕西特别常见的一个特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当中也有一个，因为当它大量的出现这样的元素，那么这个当中有个很小的细节是决定我们能不能把它弹好听的关键。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已经确认了，我们的发是偏高的还原发，我们始终在这两个音高之间波动的话，呈现出来的也是偏高的还原发的旋律音高。
因为你始终在这个还原阀和偏高之间波动，所以呈现出来其实它的旋律是偏高的。那么当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细节，西网拉去下滑的时候，发网咪去下滑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超过小二度，超过小二度这个滑音立刻就不好听了。可是我们如果是偏高的降西往拉去下滑，偏高的还原阀往咪去下滑就已经超过小二度了，就不好听了。所以这个当中隐含着一个特别小的细节，当我在偏高的还原阀上颤完以后，其实我在做下滑的时候，我立刻就在下滑之前我收掉了一毫米的距离，也就是说我做下滑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纯小二度。所以但是这个细节不强调，其实很多人光听他嘴完全意识不到。那么都是这么多，好，也就是说你的下滑音始终都没有达到最细腻最地道的那个高度。好，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说西和拉发西往拉下滑，发往咪下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必须是一个纯小二度下滑，立刻就好听了。刚才都没有这小二度下滑，全是偏高的啊。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发呢偏低了，颤音本身就偏低了，下滑的时候还给偏高了去下滑，正相反。比如说发偏高了，就有很多这种情况，我可能夸张一点，但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说发没有找到它的准确高度，下滑音的时候又完全没有理会它这样的一些细节。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矫正回来，发的颤音，西的颤高，颤音要略高于小二度，下滑的时候要正好是个小二度，所以当中要降掉一个非常小的，差不多一毫米左右的一个距离。第三个特点，刚才这个同学我们实际上在做，比如说实际上在陕西当中不会出现这样的上滑音，它应该是西是两码事儿啊，跟那个没关系，那个旋律是偏高的降西，偏高的降西。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上滑音呢，是非常非常高的还原西，所以那我们实际上在上滑音当中呈现的必须是嗦发嗦和哆西哆，所有的时候。
连这么高的音。好的，所有的你看到没有一个音不涉及到左手，所以这个曲子是非常难驾驭的一个曲子。但对于如果左手音准全部具备的同学，它相对又是一个难度没有那么大，因为实际上它不像现代筝曲双手的技巧那么复杂，所以它有一部分难度都在左手的这个按键音方上面。好，所以我就说，就大家在弹奏之前呢，这三个陕西筝曲的基本特点一定要牢扎扎实实啊，因为这个是我说了，没有这三点连基本旋律都构成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好听，首先做得好听啊。那么特别是对于这样子完全是以旋律取胜的这些乐曲，你旋律丢失了它就没有别的了。你要说有的作品以和声是吧，以一些和声色彩啊，它可能不走旋律，这种曲子完全走旋律，你又没有把旋律驾驭好，我们就没有可取之处了。嗯，好，那么这是陕西的一些筝曲特点啊，我觉得它也同样适用到所有的陕西乐曲。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曲子，我们说了，它另外一个角度就从唐玄宗杨贵妃的，这段这个历史或者说这段爱情故事。那我希望大家如果弹一张奏，可以看一下那个白居易的《查凤歌》。其实这首作品更好的一个线索的这个诠释就是《查凤歌》。啊，所以从前面六宫粉黛无颜色这样子选进宫来，到两个人的这个爱情，到兵乱事发，一直到魂断马尾坡是吧，然后到最后刻骨的思念，就他每一段其实我觉得还是线索脉络非常清晰，所以了解一下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历史，了解一下是这个跟诗词有，因为诗词他把这段历史描绘得特别唯美，所以你带着一种这个故事呢确实它是有争议性的是吧，这个历史是有争议性的，那作曲家也好，这个诗人也好，他的立场他是站在歌颂啊，歌颂这样一对唯美，或者说这个这个一段凄美的啊，是以一个还是站在一个正面的角度呢去写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演奏的时候呢还是以一个这种爱情爱情为主线，那么当然不去理会那么多这个争议性啊，或者从政治的角度，所以说在这个段落当中，我们第一段它基本上是渲染了整个这样一个大唐盛世啊这样一个气氛，但是在这个当中它有很多悲的这个元素，很多悲的元素，所以也影视着之后的一个悲剧的这样一个结局啊。然后你看它的脉络，它的这个第一段、第二段。所以我希望大家每次在乐曲拿到以后呢，一定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结构啊，整个乐曲的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就仿佛是我们拿到一篇文章。其实我们拿到一篇文章，其实我们别说这么大的曲子了，我们就是一个小曲子。实际上，就像我们拿到了一篇完全没有标点符号的一篇文章。如果要你站在这儿朗读一篇完全没有标点符号的文章，我想你们会拿起笔来第一个做一个任务，就是段落画出来。句号逗号画出来让自己便于阅读，那么我们的谱子没有给我们标任何标点符号和段落，所以实际上我认为大家其实拿到一个曲子，这个曲子还算是段落清晰的，还有一些段落相当混淆复杂的一些，你的第一个任务不是拿起手来弹，是要拿起笔来划分，所以我希望大家把那个结构一点点划分出来，这一段我希望它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啊，这一段是什么，这段每对段划分出来，然后它实际上它每一个句子都像这个都是在叙述啊，每一个句子它都有清晰的逗号句号啊，这个就先不展开了，那么就是说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将来试谱的这样一个提示吧啊，提示每一个同学，特别是你们现在接触了很多现代作品，一定我听到学生身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现代作品没有层次没有结构，反正确实这个作品也没你也许你划分出来也没有人听得懂啊，因为它是无调性，因为它非常现代，但是不一样，你其实你自己在理解的时候你是清楚的啊，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是相对来说你能够较为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意图啊，那么观众理不理解跟他的欣赏层次跟观众的群体有关，
他不理解不意味着懂专业或者说学术角度的人不理解，所以从演奏的角度你必须要非常清晰有层次的去把乐曲的层次的这个结构全部的掌握清楚。所以学生我有时候上课他弹得非常熟练，就我一问段落层次全都不清楚，是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技术很好练得很熟，那对于全曲的架构是不清楚的。所以像云裳素这样的架构呢，相对它还是简单啊，非常清楚。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段落每个段落故事这个发生的这个情节啊，让自己可以换位，可以站在这个场景当中啊，去感受这样的一种情感，这样一种体会啊，然后也可以用诗词来进行这样一个贯穿对照，这样便于你特别生动的表达。另外呢，我要再强调一点，就是说陕西筝派它的我们刚才说了秦腔和婉婉腔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戏曲的这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大起大落大苦大悲的这样一个戏曲特点。所以我们在这个陕西作品的颤音当中就要做到相对特别快速的这个颤音，也就是说你刚才我讲到慢这个颤音的这个练习过程之后，当你要运用到陕西乐曲当中的时候，你的颤音必须要达到特别快的速度啊。如果说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用潮州的或者客家的曲子做一个颤音的入门，因为一会儿我讲和潮州和客家你们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颤音它可以很慢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颤音，可以拿这个曲的入门。看颤音，不要一下子从陕西筝派入门。讲完这个客家和潮州之后呢，我们回去练这个颤音，可以从一些南派的一些乐曲着手啊。好，但是到达云裳素的时候，我们的颤音绝对不会，我们绝对要达到这个程度，我们就到达这个。好，这个滑音先不管啊，我们可能就要到达这个速度。奇怪啊，就会变得很奇怪。所以就说到这个对大家的颤音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又能做到平均，还要做到音准，还要做到那么的快，还要颤出那么快。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啊，最后强调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我们身上在摇指的时候啊，我看啊，我举一个例子，收掉了音和下一个音之间的这个余音的这个颤音的保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非常非常重要。前面
边还有个更长的一个地方啊。好，一会儿想起来再说啊。那也就说，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是要在两音之间，当你那个摇指就收掉以后，一定要注意，好像是啊，这儿也是啊。好，我找到了啊，这个刚才我就没有记下来。比如说我哆和来之间，那我们同学是唱的本来唱，那么就会在突然收掉摇指的时候，突然停掉左手的颤音，这个是绝对不可以。颤音我们一定要记得，你可以晚进，但是你的颤音一定要延续到这个音的尽头，这个余音的尽头，绝对不可以中途停掉颤音。中途停掉颤音就是你突然就收掉了表情，别人突然就说话可能说完了，但你话说完，你是不是会有渐渐的收掉表情的过程？所以当你突然间收掉表情的时候是非常不舒服的，音乐也是这样啊。那么这个之间哆和瑞之间，你还有很长，你还哆和瑞之间还有很长的这个空白的地方呢，你停掉立刻就没有表情了，而且很快这个音乐就中断了。所以这样的一些细节，其实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如果我们展开了很多细节讲的话啊，那么还有这样一些细节，那么我想起来这些，我们先提醒大家这些啊。所以整个原唱素我希望大家呢，一呢，通过这样一种，它虽然是一个创作乐曲，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传统作品，也就是它的素材是纯传统的，所以一定要建立非常强大的传统功底，才能驾驭好这样一个作品。然后它又是非常这个有气势啊，气势磅礴的这样一种历史题材，所以又能够让整个乐曲的这个张力啊，还要打开了。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张力，所谓张力，我们说白了是什么？横向的是速度慢与快，纵向的是力度强与弱。那么如果我们在要表现大这个气势磅礴的乐曲的时候，慢也慢不下来，快也不大快得上去，强好像也强不到哪儿去，弱也弱不下来，那么也就是说你乐曲的张力就太小了，张力太小的话无疑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强大的感染力。所以这种感染力，这种音乐上的气场，它是靠强大的音乐张力构成的。所以这个音乐张力我们说了，速度为什么要建立强大巨快的这个基本功啊？那么它实际上也在体现一种速度，就是音乐上的这种起伏变化，强大的这种变化啊，然后构成一种强大的这种冲击力，感官上的冲击力。所以要建立强大的基本功，一定要快板的速度还有节奏准确性都能达到，这个可能要慢慢练。慢板呢啊，我们的有些细节做得还不够，但是慢慢来。因为这个曲子我说了，我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我们的最优秀的本科学生也没有办法做得特别准确，而且其实往往大家右手都特别好，问题都出在左手上面啊，所以这些问题是共同的，不是我们在座的同学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就希望大家共同来改进，共同来提高。那么也就是说，传统这块的这个功底一定要建立起来，好不好？好，那我们来叶声辰。嗯，好。叶声辰还是那个叶声辰先。行，叶声辰。你是？他是那个公益啊，不是莲花摇啊，莲花摇哈，行，那个我觉得我可以那个叶声辰可以说一下那个指序的问题。那行，那你先可以说一下那个基本功，可以说一下。
学我觉得表现力非常好，基本功也很好，相对呢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演奏呢应该是比较优秀的啊，比较优秀的。我觉得大致因为这个曲子呢它相对传统一些啊，用它的传统呢是因为借鉴于京胡或者是京剧戏曲的一些元素啊，所以它不是古筝的一些代表的这个代表特点啊，所以我想我们就从这个乐曲上头，在乐曲的这个当中呢，就是一个呢，这个乐曲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重点是在最后那个指序上面，快板那个指序上面啊。那其实这个同学相对啊，我感觉就在他的这个年龄，包括他的这个学习的长度，到今天能完成把一生成完成的这个程度，我觉得是很优秀的。那我的感觉呢，就是快速上面两个问题啊，快速上面呢略微的欠缺一些颗粒性，就如果快速再清楚一点，现在速度也够了。包括他其实快速也有一些表情啊，其实都配合得很好。那么快速当中呢，稍稍的欠缺一些就是力度，也就是说快速当中其实也要包含着再清晰一点的颗粒性，就颗粒性一会儿我们再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肢体上面呢，就实际上我们在一个呢，无论任何时候我都希望大家，包括刚才那个同学我忘说了，都希望大家不要端肩，稍微有一点端肩，所以他一端肩呢就会感觉无形给人一种不松弛不自然的感觉，就有点紧张。所以你稍稍将来要注意点，就是说你可能从自己的肢体上面，包括你的手型上面，手型上面其实你在弹那个快速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这个形状，因为实际上我们平时啊最松弛的状态就是人在放松下去的时候的状态。那么任何时候弹琴，我们实际上保持的没有什么手型可追求的，追求的就是最松弛的状态。慢板快板永远都在这个状态当中，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有同学是摇指这样摇，或者说点奏，就是当他刮奏这么刮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紧张，你呈现出来的已经不松弛了，所以手型其实也在影响你的演奏状态。所以稍稍这个手型上去，右手呢也是这样，你快速的时候有些攥着拳头，那么其实给人感觉你的手还是有点紧，那么快速是最需要完全放松的，所以你调整一下手型，如果整个快速当中也是能够呈现，你当你觉得找不到手型了，放松下来抬起来再练啊，这是手型的一个要求。那么左手也是这样，刚才那个同学因为云商素要讲的东西太多，有些细节我没有提到，那么在讲到这个同学的时候顺便提醒刚才那个同学，那么颤音的时候呢这个手型啊是一样的，那么刚才那个同学左手的时候已经很僵硬了那么注意一下，实际上我们颤音也是这样，右手的弹琴，左手的按弦，我们永远呈现的就是一个放松下垂时放松下垂时候的这个形状，拿下来颤音也是这个形状，我们再使劲儿其实完全可以做到不破坏它的形状，因为这个形状给人呈现的就是松弛和自然的状态。那么大家会发现我们基本上手腕会略微的低于手掌关节，所以当你有时候颤音这样子的时候啊，或者太拗的时候啊，或者手指和翘着或者使劲的缩着，这些形状啊请大家都回去自己检查一下。那也就是说我希望，因为那个一生成也是很多左手的问题，很多左手的这个分量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注意一下，因为你想一生成它整个呈现的必须是一个很松弛的状态啊，你的这个左手的滑音也好，还有我们的手型也好，其实都在影响你的一个表现状态啊。那就是好，回去刚才那个同学注意一下，那个手腕太高了啊，手腕会略微的低于手掌关节，右手其实弹琴也是这样，对对，稍稍的，对，其实就是一个平时放松，对，左手也是，左手弹琴，左手刮奏，其实都是一个松弛，稍稍，对，因为你可能对这个曲子有觉得有一些压力，那么就会把这个压力从手上表现出来，你心里有再大的压力，你要让自己表现出来是特别松弛的状态，这个才是很高的啊！你要让自己就感觉再大气一点，感觉再游刃有余一点。现在感觉稍稍紧了一点，身体上和手上再放松一点。另外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你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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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个你在落起渐强或者慢起渐快的时候，但是呢有一个现象你是正相反的，你给我的感觉是你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让我给我的感觉就应该出了很大很大的那个动静，但是呢你然后当你越来越强越来越快的时候呢，反而动作小下来了。这个呢你就会感觉到就是你自己啊有一些在抑制自己的一些表现上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动作上的大小要和出来的动静啊一定要成正比。那我们会看到就相对就会有一些，就说当你的这个视觉和最后出来的动静有一定落差的时候就会有不舒服，对吧？所以也就是说很多同学非常老是在纠结于说我弹琴，老师为什么我弹琴动作不好看，老师我怎么处理我弹琴的动作，实际上这个动作永远和你音乐上的这个处理是成正比的。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实际上我们比如说在弹一首，你现在是什么调？比如说我以最基础的宇宙唱晚为例，那它是一首相对舒缓的乐曲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动作不必要起到太大，对吧？我们是正常的起手，好，正常起，好，接下来我做弱起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我都不必要起到像第一句那么大了。我弱起的时候，我是在这儿。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动作啊，我希望大家在这儿呢，正好借这个曲子啊，因为它完成的特别好，我就觉得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把一些辅助的一些状态上的那个内容讲一下。那就是说这个在处理动作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琴先生。比如说我们在下面有D调的琴吗？同学们有D调的琴吗？刚才那就拿刚才那台，我上送那台。开始自己尝试着去划分乐曲的这个结构，从大的段落到小的分句到小的句号到小的逗号你都把它划分出来，特别是在自由乐段的时候你完全理不清脉络的时候，一定要先把乐句划分出来，再去做它的强弱啊快慢啊这样的变化啊。那么在这个动作这个问题上面啊，刚才第一个同学也有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弹琴的时候我们起手和收手，我们有一个原则是绷住手腕，所以尽量这几个同学相对好很多。我们也许会在外面有一些这个作为爱好啊业余爱好学习的同学会看到很多这种现象，弹琴啊这个手腕它会非常的软，手腕是耷拉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其实这个现在变成一种业余和专业学习一种标志性的区别了，所以当你弹琴出现这种呈现这种，我们都不用多听了，你肯定是没有被专业要求过的。所以我们举手投足一定要注意手腕是绷着的。我弹完过来弹左边的时候我也是这个状态，弹完回左边我也是这个状态，不会这么起来弹完，所以手腕绝对不会是软的，手腕一定要绷住，起手抬手啊，左手左边右边，哎，所以你别呈现这个状态啊。好，另外呢就是这个大和小的问题，所以有的东西就是处理不当这个大的和小，所以现在很多古筝的演奏呢，我们身上没有这个问题，但是社会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现象，导致呢，
导致呢很多人认为古筝的音乐和古筝的演奏形象较为浮躁，然后呢反而呢现在找到一个对比呢，就是认为古琴呢非常的内敛低调。所以这个实际上呢，后来总有人来跟我问我对比，说你认为古这个说法，认为古筝是弹给别人听的，古琴是弹给自己听，这个说法准确吗？所以我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都哭笑不得。所以我告诉他，我说乐器没有区分，没有差别，有区别的是弹琴的人，一定在于弹琴的人啊，跟乐器没有关系。所以就是说我特别，但是我觉得像我们正确了这样的一种古筝的形象之后呢，那么更多的应该去传播，更多的应该让别人建立一个对古筝正确的一个气质上的一个认识。所以就说确实，那么在古筝的这个教学啊，还有普及当中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要恢复古筝的一个敦厚的内敛的含蓄的这样一种乐器的气质。这个我觉得现在慢慢的有些丢掉了。那么更多的演奏，我们在很多的场合看到魔性也很难受，但是确实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可能就被人教成了那样，然后或者他以为那样是好的，他以为那样是对的，所以这也有社会的问题。那我就觉得像我们作为一个传播者，一个教育者，我们一定要还原古筝一个非常含蓄的，非常有很深刻内涵的，我们的乐器本身就非常有深刻内涵，非常有历史性，一定要回归它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影响别人对古筝的印象的一个元素。那我觉得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动作都可以把它减小到只有乐句之间的起和收，不需要有那么多动作，只有乐句起和收，起和收。那么至于表达起最更为强烈的感情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起得大一些，但它也可以是，它也必须是恰到好处，一点都不要多，可以往少了做，不要往多了做。那个它必须为音乐和情感而存在，不要有任何音乐和情感以外多出来一个动作都不要有啊。所以刚才我就唯一的觉得动作稍稍多了一点，包括你一坐的时候端着肩膀坐就不好看了，哎，所以坐的时候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我们林安一汉啊，如果我是在一个叙述性，比如说这段是叙述性的，没有任何多余动作，我就正常起，左手也是，情感最为强烈的啊，就是岳飞死的那一段。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不得已，我们的音乐已经到达高潮了，这时候你可以有配合强烈的这个动作，但是我认为你有多大的能力出来多大的动静，你才去做多大动作。如果你之后没有出来相对应的动静，就不要提前做出这么大的动作来，这样最后你的准备状态和你出来的动静呢，它是落差啊。所以当我最后生离死别的这种场景了，所以已经到了情感的极限了。那么也就是说，
可能我做的动作和我出来的力度只要成正比就可以，就是对的，就是舒服的。所以不要最后如果是其实你下不去那么大的力度，但是做的动作又超出了你所能期待出的一个期待值啊，那实际上你这个动作就大了。所以就说举这样一个例子，那也说同学们在处理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永远不要违背一个原则，就它必须是你从由内而外从心里要做的动作，并且呢它不是你设计出来的，不是你专门安排了要去做的动作，并且呢你要知道你之后能不能达到，你做出这个动作的幅度来，你之后能不能达到相应的动静，这个动静这个之后的力度要和你起的这个高度也好，起的动作也好，一定要是成正比的啊。所以这个我希望我们在处理那么多的创作乐曲的时候啊，所以创作乐曲有一些当然是属于很理性的这种作品，那么像这一类曲子是非常感性的这种作品啊，所以它需要强烈的情感的这种支撑，所以一定要处理好和这个动作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叶深沉整体完成的非常好啊。那如果说啊，那么你上来是啊，然后我刚才就讲到他的一个快速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稍稍的再改进一点那个颗粒性。速度有了是因为你他的手啊，手指相对来说我觉得动作手指现在动作很小，因为我们说了我们从快速点开始一直到快速止序，强调一点就是减小动作，动作越多动作越大越影响速度，对吧？所以我们从快速点开始就强调运用手指关节，如果有同学是从入门就这么练的就完蛋了，看到没有？如果我们从入门开始就是这么练的，我们的将来的快速就没有前景了啊！因为你根本锻炼的就不是手指，并且呢你还是僵硬的，也就是说你的力量从某一处就僵硬在阻塞在这里啊。这个力量，我们的快速如果力量是不通畅的，就没有前途，因为就像我们的血液一样，血液在某一处堵塞了以后啊，就。你想想这个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的力量也是在某一处堵塞了以后，你没有办法，更没有办法运用到手指当中去，更没有办法持久的去发力，所以放松非常重要。那么在放松基础上一定要运用手指关节，从头到尾最要锻炼的，我们的快速最要锻炼的就是这个关节，就是这个关节来来回回一定要想办法运用这个关节啊。所以还有略微靠后面的同学一定要返回到基础练习，找自己手指关节运动的感觉，再快也是手指关节啊，一定要用手指关节。好，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解决速度问题，然后我们如何解决力度的问题，力度是也就是在这儿实际上是解决颗粒性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我们在完成一个快速的时候，解决我们力度问题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角度问题，触写的角度。那么刚才我仔细的观察你稍微的手指触写有一点点直，也就是说这个角度可能出来的声音是这个状态，但是当我快速每一个音发音是这个角度的时候，每一个音它的就像这个树根扒在这个泥土里啊，就扎得很深。每一个音，比如说，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除了有动作小、动作少之外，我们还要有一个弹琴角度、快速的角度问题。啊，那我就希望大家实际上，会发现我们快速当中的这个弹琴角度啊，实际上是往掌心收缩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把手指，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要让手指费力，也不要让手指费力的伸出来去够它，并且还是让它不舒服的一个角度。那么也就是说，整个让手指在一个手掌的保护下面。
然后让他把掌心收缩。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个角度啊，特别有把握，特别有把握，而且特别有力量。啊，所以每一个手指，当你完成一个快速指序的时候，那么简单的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当你看一下你的那个快速指序，如果是这个角度弹的时候，一定有问题，绝对不能这么练琴。可能将来你可能也有速度，速度有，但你听一下这个声音。调整，你稍稍的让这个手指往掌心走一点，每个力量往掌心，其实就像这个抓弦一样，每个手指能够加大一下抓弦的力量，我觉得你的快速可能就会清楚一点。啊，你要不要简单的快点再来一点？好，没问题。再换一下那个练琴。今年新入学的，才刚来两个月、三个月，
你们每年招几个学生？古筝算是多的吧？哦，古筝在我们系里算很多，是多的，有七个。二胡应该也多吧？二胡最多四个，二胡也四个，管乐最少。对，我们那也是管乐，管乐基本上不需要别人，就是有来考几个招几个。快点，抓紧时间。Thank you.
学校的同学，这个古筝的这个乐曲啊，都已经全部到达最高水平了，就是基本上和中央音乐学院，像我们学校都是接轨的，这个特别惊喜啊，特别惊喜。然后，我感觉实际上，现在我们在曲目上接近，那么下一步就是把那个手上的基本功，还有音乐表现力这块。我们真的就是完全都达到就目前啊，相对以中央音乐学院为这样一个标准吧，啊，所以在今天我感觉大家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你想今天跨越了很多的这个派别，啊，从传统到现代到像京胡改编的这些作品，今天给我的展示了一个特别全面的大家的一个水准。那郭晨呢，这首创作乐曲呢？完成的很专业，完成的较为完整，但是给我的感觉呢，有一种比较紧张的感觉。所以这个紧张啊，一呢体现在动作上面，二呢体现在表情上面。其实我们可以，实际上在弹琴的时候，你的这个表情可以随着情绪在变化，但是其实没有必要从头到尾的要那么苦大仇深。就是稍微表情呢，稍稍的让自己松弛一点。比如说在影子的时候，有什么必要要那么痛苦吗？影子的时候不必要那么痛苦。你可以到真正的自己觉得这个段落很伤感，这个段落很惆怅的时候，你可以配合自己的情绪，然后配合自己的表情。那么我想你的这个表情和你的音乐也必须跟传递给观众所感受到的状态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感觉一点儿也不忧伤，为什么你要那么难过？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一种落差，所以它都要协和，都要成比例。当我觉得深深的忧伤的时候，这种忧伤也传递给了观众的时候，我们就舒服了，那我们就觉得你的表情也非常协和，也是和谐的。所以就是影子，它是一个非常空灵的，非常虚无缥缈的，营造了一个很静谧的这样一个氛围，来衬托莲花的美。它实际上之前它就是营造一个气氛。那我觉得你的状态可能也应该是跟这种空灵的静谧的状态有关，而不必要还没有完全没有到达那么痛苦。所以我觉得你的表情啊，我觉得情绪表情也应该是有层次的，这个其实是可以安排的。你要安排一下自己的表情，我没有必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从头到尾这样，其实意味着你也等于你没做，你从头到尾都做了等于你没做。所以你应该在你该做的时候，真正情绪宣泄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我配合我的表，这时候你没有表情还不舒服了，那时候你必须要有表情。所以一开始它应该是特别空灵的、飘渺的、大气的，营造了一个莲花出水的这样一个优美的意境，对吧？所以你的
状态、表情都应该是松弛的，大气自然。那个手啊，手弹琴，就刚说完这个问题，你看你前面泛音，你这个音，对，稍稍的松弛，对，稍微应该是，稍就这个够了，力量完全根本不跟手心没有关系，是从上面下来的。其实都应该往下走，声音都是往下走。你还有一个从头到尾，包括快板，快板你的声音一下子小下去一块一大块，为什么？你快板的力量都在上面，你快板你实际上没有放松，包括你的这种梆梆梆梆，你的声音必须应该是往下沉，那么你的声音实际上是在上面，手型相对不放松，实际上它应该是放松的力量，一定是每一个力量是往下走的，身上其实没有动作。对，好，然后啊，他有一个最，其实我不是绝对不是嘲笑啊，也不是批评啊，就是我们找一些例子出来给大家借鉴交流而已啊。那么我希望在之前从状态到表现上一定要松弛自然，一定要自然啊。另外呢，就是说手上的声音没有下去以后呢，那么这个声音它是没有重量感的，没有重量感的声音它没有分量，没有生命力，它是出现一种空洞的一种效果，所以这个声音要有分量，一定是由身体一直到输送到指尖一种放松的下垂的力量。其实特别放松的这个力量它特别有重量感，你们有没有发现特别松弛的时候这个声音很有分量很有重量感，但是你的声音有点往上走，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声音，特别低音部分一定要沉下来。另外呢，就是你弹一下慢板的最后一句，哒哒哒哒哒哒哒，最后这一句。拆成了无数个小，你比如说这句，当哒哒，你可以渐慢，走，结束，收，这是跟它是一体的。你为什么当？你最后为什么还要来一个音呢？你这个完全是一个句子，哒哒。拆成了三个句子，你足足拆了三个句子，而这只是其中一个句子，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句子这么拆的它吗？不让你着急，其实不用着急，你该有的语气你还是有，不要把它拆开。落下来。
半，哒哒哒，让爬音就是这样。那么你就不要让发出最后一个音了，嗦，你就让它嗦出来，带出来就是发嗦，这个摇指带最后一个音就可以了。嗦，不用弹，你就让摇指嗦结束就行了。就一个句子，就这么简单一个句子，我就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在现代作品当中，大家最不擅长的就是非常清晰的去划分乐曲的这个结构。这个在传统乐曲当中，比如说咪嗦拉瑞，咪嗦咪咪瑞哆哆拉嗦，大家特别好判断，谁一唱都知道乐句。但是在创作乐曲当中，这还算有调性的，我们还有很多无调性，在无调性当中就完全可能就懵了。懵了以后，你第一个要做的任务一定是段落划分出来，句子划分出来，句子一个句子一定要一口气把这个句子讲完，不要把一个句子拆成三个句子。在这个像的现代作品那么复杂的乐句当中，你再把每一个句子都拆成了三个到四个句子，这个支离破碎，就是支离破碎，没有一个完整的呈现，乐句不完整，旋律不完整，整个的乐曲的完整性都不完整。所以这个主要的问题在于，首先划分的工作不到位，啊，其次呢就是没有人，就养成了一种习惯，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想在哪儿这个抒发就在哪儿抒发，这个抒情啊一定是要有基础的，所以说抒情的基础是要有一个理性的合理的安排。我们得出一首丰富的优美感人的曲子，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有极细腻的极理性的一种合理的对乐曲的细致的安排，最后再赋予你丰富的充沛的一种情感，二者必须要合理的结合在一起。你完全凭自己感性是不可以的，但是你要特别理性，完全不掺插感情也不可以。所以基础的这个理性的环节一定要有，学生们一定要有，然后再把自己的天分、你的情感融入到你理性的一个规划当中，二者要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没问题，好吗？啊，好，那就。互动也行，或者我给大家弹一首出水。我们时间因为非常有限，院长有什么训示先吗？太多话要讲。哎呦，太多话要讲了。来来，你给我点时间好吗？哎呦，那我。你给我点时间。我那我可以休息一下。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跟袁教授说，我坐在最后面可以随时逃跑，因为我要做一点工作。坐下去屁股就跑不上来了，给我太大的感触。您坐下，您坐下，坐下。我本来没有想要讲话的，啊，没有想要讲话，我真的是坐在后面，我说我可以逃跑的，所以我给我太多感触。第一啊，我其实跟很多老师都讲，他们每次说学生旷课不上课，我说你教的课不好，肯定都不来上课。我不知道的学生，我一坐下去我就两个小时跑不掉，三个电话来我都不接，对吧？你老师讲的课讲得好，学生肯定会来上课，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袁老师刚才讲什么东西我们都听得很舒服，他的批评其实我们听得很舒服，为什么？他的内涵，这个内涵不是外表的，是内在的，他的学问啊，这个学问当然也不只是音乐的，他的学问有包括文学的，他讲了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么一开始我就很惭愧了，那么拿了一个蒙尘的生锈的这，这个里面就是不只是学生了，可能老师负责老师工作人员都有关系。我昨天晚上没有去听袁老师的音乐会，因为华乐团有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筹款，对吗？筹款。那么，我呢，因为是华乐团的一个董事，那么我自己也写诗词跟做对联，他们就叫我送一个礼物给总理。总理的名字叫做沈龙，我就用他写了一个对，用他的名字，用了一个怀民联。里面呢，我第一句，啊，我是说沈龙显章，纳善，从三箭，我就不讲。三箭什么意思呢？箭就是一个金字边，一个尖，箭。三箭是一个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三箭。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东西呢？并不是为了跟你讲我做了个对联，是说呢，三箭里面有一箭就是唐太宗讲的，唐太宗你们都懂吧？贞观之治，对吗？为什么他会出名呢？他有这个讲，他说我们一个人呐、啊，
有三有三样东西自我反省，以古为鉴，以历史为鉴，能够知道兴替，那个朝代的兴亡，能够知道；以人为鉴，能够知道得失，就是我跟人家处理人际关系怎么对待人。最重要的以敬以同，他们从前没有敬，叫做同，以同为鉴，以正衣冠。这个以正衣冠的意思说，看你穿得整齐不整齐，不是这么表面的理解，对吗？我们当然要穿得整齐，不过为什么要穿得整齐呢？要对得起自己，要自己尊重自己，人家才会尊重你，对吗？我们古语有一句话，人必自重而人敬之，对吗？所以同样的，对吗？我们上来我们准备自己连情都不准备好，那人家就一开始感觉就不好了。同样的，以后没有不好，不是，就是说我的意思，我要同学们以这个为一个例子，是吧？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对不对？我今天去表演，我今天去交流，我今天来大师班，自己做了准备没有？为什么我这个感触很深呢？两年前，可能不是这一批同学，还是可能有一些是这批同学，我们不是来了那个灵异，请了几个大师吗？四个大师，陆春林，还有几个大师，一个是弹古琴的，一个是笛子音，也是在我们学校campus 我们音乐系那边开一个大师班。我们有一位同学，应该不是吧？去笛子这边有？没了。没有准备好，后来陆老师就说，不好意思，吹的比小孩子的还好，没有做好准备，对吧？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触很深，所以希望同学们以今天这个为例子，无论自己做什么，你出去不只代表你自己，代表你父母，代表你学校，代表你的老师，这个对自己要求要很高，这个是第一点。不好意思，我感触太深了，这个两小时对我来讲，我如果有机会拿放假，我就去他旁听上课。我对古琴一个音我都不懂，不过我是听他的讲课里面的那些哲理。老板，你给包酒，我把他再请回来。跟你分享一下，我都放下去了。我今天没有纸张，我没有想到，收益这么多，所以我就放在我的手机里面哈。因为我本身是喜欢书画。所以我觉得艺术是相通的，相通的很多东西，你讲的我都能够引起共鸣，就给我一点时间，这个是一个对自己的要求。第二就是你所讲的那个站音，对吗？站音、颤音、快慢那个基本动作，就跟我写书法一样，对吗？他有提到说站音、握笔，就是等于他像你们弹指那个手腕。不要高不要低，一模一样的，那个基本功很厉害。就好像你们的站音，如果站得不好的话，没有办法做，就好像我们一样的。我们写字，很多书法家写字，我们一看我就不看了，就立刻走开了。为什么呢？基本功笔画都不像，勾不像勾，捺不像捺，撇不像撇。我们学书法一样的，我现在你拿随便拿一张纸来，一支笔来，我写一百个直竖，一模一样的，一个竖勾，一个竖勾。经过这个训练，自己在家里每天就找最基本一个字，就是由笔画构成的，对吗？你连一个基本的笔画都过不来，你不用写字了，一样。那么同样一个画里面轻重都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的字是看着是死的，有的人的字看着是活的，同一个线条里面它就轻重不一样，力度不一样，就跟你们弹弦一模一样的道理，是吗？所以这个基本功不可能没有，你没有这个基本功，你弄出来是表面细腻，听不下去。刚才老师示范一下，我就跟那个那首讲完全就不一样，两回事了。同样那么一个段子，为什么就是那些细腻的，就是我的一画跟你的一画差的，基本功就是这一个啊。我希望同学们要记得这一点，韵味跟诗词，刚才提到那个我不懂几位能够背琵琶行那个唐诗长恨歌，对吗？长恨歌会背吗？背不到50句吧，大概我也差不多是这样了啊。不过我背长恨歌是30-40年前的事情，后来就没有背。我跟黄老师讲过了，我们这个音乐系，因为在南法主要是西洋系，我们这个音乐系中文系是一个小众可惜的啊。不过呢，要搞中国音乐，不只是去学二胡跟古筝而已，你一定要得学琴棋书画。
我不懂你们的文学刻度学多少，诗词刻度学多少，对吗？你要谈这是古曲，你如果不懂得中国文化诗词，你进不了那个状况，你只是谈表面，对吗？那么尤其是音乐是跟诗词有关系的，你们谁懂得一首诗词的平仄？我讲平仄你们可能也不太了解，对不对？你如果不懂得欣赏一首词的平仄，你就进不了宇宙场。那个 phrasing 就是刚才说讲的句段一模一样的道理啊，诗词的怎么句逗，怎么断，怎么吟，怎么朗诵，我给那个戏剧系的同学也是讲过课，根本进不了那个状况，他们要演唐伯虎点秋香，怎么演呢？没有那个古人的感觉。当然现在你叫他们推古人很难呐、啊，尤其是新加坡这个状况，是洋化的太厉害了，对吧？不过既然是学中国音乐，就进入那个状况。希望你们自己在课程以外进修这个东西，啊，你不进修你上不了那个顶峰啊，这个很重要一点啊。那么炫耀，东中的炫耀，刚才也是特别。啊，三个同学都是讲的欠气的很厉害。其实这个也是可能也是现代的，我们不提名字了啊。有些中国的很出名的钢琴家也是在那边，可能是现代的审美观或者音乐的欣赏。不过其实古代是不是的，现在的指挥也是一些小提琴家，你看在台上就咚咚咚咚拉到上面去。最出名的那个小提琴家海菲兹，他站在那边，站在他动都不动的。对对对。海菲兹，他都站动不动，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大。海菲兹，太了不起了。指挥家卡拉扬，连眼睛都不开了，对吗？那你像现在的人，哇，到处转，在上面跳舞。所以我觉得要返璞归真，要返璞归真，真的，对吗？其实，当然我们也有讲说，一个音乐是一个表演艺术，在台上的艺术，不管你不是演员，你不是舞蹈家，你是用音乐来沟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现在的孩子们都是很浮躁的，这个时代就是表现的时代啊，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哈，你们在中英相对可以，其实主要是没有要求，只要有要求大家还是可以会注意到这一点，对，因为没有要求他们不知道怎么是对怎么是错，多拿一点 DVD 去看一下三四四四五十年代那些大师的风范，真的啊，如果不懂学校 DVD 够不够啊，去看一下，不要用现代的来看，回去比较原汁原味的真正的艺术的那个范围。好，最后就是刚才你所谈的，就是因为我不是搞音乐的了哈，不过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样，只要说刚才谈，其实刚才听的时候我就跟恩德讲了一模一样的，我是外行，不过我还听得出来，就是快那个力那个颗粒性啊不在，就是快颗粒不清楚啊，就原来就是说他那个角度，就跟我们写书法一样，我们有中锋、有侧锋、有偏锋，其实都一样，是吗？一幅字里面，它要有不同的，为了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入锋法，就跟你们入字法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艺术是相通的，是吧？今天我享受我的2小时的免费课程，非常谢谢，谢谢。一首《出水莲》，因为传统乐曲非常重要，我觉得近十几年来
大家都快遗忘掉传统了。最近我们这几年，大家学生也好，老师讲课讲无调性，学生演奏都是演最前卫的、最新的这样一些作品。但是实际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古筝，最重要的、最精华的、最有魅力的部分是我们的传统乐曲。所以我到世界上、到世界各国国外去演出，我拿最现代的作曲去拼，人家认为我。是你是拿最现代的作品去跟人家跟钢琴去拼一个拼一个水准，我想我们是非常幼稚的，非常非常可笑，非常幼稚的，因为我们认为最现代的作品对他们来说，在他们眼里真的差得很远。所以如果我用一首潮州的火舞调，我用一个客家的出水莲，我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感动了，就所有的人都真的就被中国音乐迷住了。所以我想我们这些学生啊，就是是处在锻炼基本功的这个时期，但是一定要多接触我们的传统音乐，一定要能够发现它的美。最后我想我们真正的在我们身上才能真正把这个艺术的这个古筝艺术的这个精髓能够传承下去啊。所以我觉得技术和我们的传统这块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兼顾啊。最后我就给大家演奏一首出水莲客家的筝曲啊，也希望大家如果能够感受它的美的话，今后我们多学习、多接触、多喜欢我们的传统乐曲，好吧？
嗯